大家搞砸。好、哦，感动噶呢。哦，要拍破啊，都要好啊，拍破啊，嘿。啊，就是嘛，咱都要这个水亏，做人水亏，不是较好一点了。不是啊，歌星要演唱啊，歌星要演唱啊。我本来是准备要唱啦，这两天拄到这种吼，会感觉我有影从来唔捌遐尼忝过，心情有影郁卒，吼、哦，然后唔知要安怎来配合咱的秘书长，一个人孤单遐。咱做同心的人嘛是爱关心，这条路我就是想讲，这条路是有影非常非常的矮，好、哦，唔是宽，唔是宽的路。我要安怎行，我是阮兜的代志。我用爬也好，我用爬的也可以，我用跳的也可以，那是宽的路。啊、哦，教有一个高山族啦吼，所以咱我小安尼哈难做伙一个安尼比较较好哈。啊、所以讲这条路是唔是宽的路吼、哦？它是窄路，窄路条件要安怎？窄路条件就是爱警醒，爱谨慎，要谨慎，因为这种路是短短，过个遐尼短的吼。咱行路那无小心的时，拄啊，咱的召开记者会状况，可能有一天落在你的身上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。所以在座的是高级班，是未来的政务官。未来的政务官，你今天不学习，今天看到这样的一个意象，看到这样的跌倒，将来有可能在你身上发生。这不是开玩笑的。以后将来不是民主，乃是军事政府的管制之下，没有所谓的官说，没有所谓的拍谁，啊。该怎么处罚就是怎么处罚，所以大家要做预备，心要做预备。咱若无这样的准备，无安尼的准备，以后我甲你讲，有一天，咦，为什么？哦，即马迄边的人讲，为什么？我无讲唔对啊！哦，咱拢会安尼，即种吼，甲你讲，无人会当救你，咱家己爱负责，咱家己的责任。所以这一次呢。哦、我这几天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也该不知道怎么说，但是我也感觉说今天来到这，我本来照秘书就说的放得轻松、啊、唱歌，然后但是呢看到你的面、大家在座的也笑咪咪、哦、我又回到回来、哦、我又换、哦、我感觉说、一次没成功没关系，第二次又怎样努力，第三次怎么绝对会怎样成功，这就是我的名、哦、我叫什么、啊、很厉害、哦、比我更厉害，头一次、哦、我们都没努力，我不用失望，不要灰心，第二次又怎样打拼，我们还要再努力，第三次绝对会成功，这就是我爸爸给我的名、哦、三次，有人说三次这是流氓政府给我的、哦、流氓政府，我的名、哦、流氓政府给我叫陈清荣，单清盈，清清盈盈，无代志通啊做，吼、哦！但是到尾啊，有一天，我讲奇怪，我爸爸姓陈，因哥哥姓马，因姐姐姓李，我奇怪，恁兄弟姊妹是安怎遐尼济？啊，我爸爸讲，我学道上讲，无啦，我哥哥住迄部落，我姐姐住这部落，我就住这啊。村干如果哦，恁家的人姓陈，伊家的人姓马。哦、高沙族有姓陈有姓马吗？有没有？有，你还没有回到原点。爸爸以前有姓吗？在日记时代有姓马吗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黑童年我就1993年的时候，我92年的时候，我会感觉说不对哦，我户口这不行啊，我的名从小我学堂上给我的名叫萨凯伊、哦、黑童年之后我就感觉说啊，不行，一定要去问，问到尾啊，我就讲袂使，我一定要恢复到我的名字。所以我去办的时候，户政事务所说不行，不能改名字，你的名字这个样子就永远这个样子。我就抗议啊，我就开始抗议啊。我说我要恢复，我不是改，我恢复我的名字。我从小生出来，我父亲给我的叫萨凯伊。我说我要恢复，不是改名字，请你尊重我的要求。结果经过一当。就改我的那个回复我的名，回复我的名，又来用那个啥啊，
刘峰政府啊，沙卡伊，有人讲沙啊沙先生你好，沙先生，我唔是沙先生，哈、啊，因为我爸爸的名叫新卡曼，新贵等身份证无多记录，叫沙卡伊新卡曼，安尼，所以这种的就是讲，这种是一个政治另一中的一环，你知道吗？他限制你，他把你完全的抹杀。啊，部落里面原住民说，哎呀，我们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恢复我原住民，吼、哦，欢喜到要死呢。但是咱无去授课，恢复原住民之后呢，无多久哦，又扑一个安怎新住民来啊？新住民来啊，五当、十当、二十当以后，哎，讲我是原住民，我们也是呢。以后你这个完全渐进的被稀释掉了，以后不原住民了。所以好加载，咱今天来到家，发觉讲法理论述，把我们恢复了原先我所拥有的一切。伟人大听到讲高沙族，哦，不行啦，哪里可以这样的啦？不对的啦，这样的，我还给他很努力呢，努力什么？哎呀，我们流汗流血去拼出来呢，从高山同胞到山人的山地同胞，到现在的原住民。啊，然后呢，我非常的努力呢，可是我们不清楚。当年天皇是二十一岁时来到家，啊，来查咱台湾所有的事，感觉有一旁的人，迄就是咱的以前讲的万人黑帮。伊感觉讲，万人黑帮，可能那卖话有古奈呢，然后这名听起来无不雅。伊讲吼，这旁的人哦，名啊哦，塔卡萨库，塔卡萨库的意味哦，他说这个塔卡萨的意思是在群山是一力平等的，那个群山是非常的优美，所以塔卡萨库是很优美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看中央山脉一站呢，嘿嘿，那个声音就来了。为什么高亢的声音？八部音是怎么来的？不弄的有没有举手？不弄哦，没有哈、哦，啊，彪马。都是阿弥陀，那么好，你看阿弥陀，他说那么好，他说那么好，这样子。以后这个我会讲故事的哈啊，以后呢，他们的孩子名字有的人都叫那么，他长大啊，结了婚以后啊，啊，这故事就很经典。那个经典，下一次有机会我们在后山来谈聊一聊，你就知道那个意义就不一样。只有以后呢，这个名字不要乱称。那今天来到这里呢，我带给各位。就谈到真理与爱。今天我们所看社会的问题很多，对不对？老爸老母赚钱赚到很多钱，几百栋的厝，到尾有一天老爸老母卖喘气了，卖喘气了，问题就开始要来。那什么问题来了？兄弟说，你做兄弟的、哦、你十几栋老爸的事情都是去你的手中，我不服啦。哦，妹妹讲对了，嘿，拢是因呐，纷争就开始了，纷争开始就开始批判，咱可以报纸来看的是讲，哦，囡仔杀老爸，囡仔放杀老爸，为什么？人他已经失去了真，失去了真理，真他本身是真实、实在、永恒、永存的。今天咱台湾失去了真，才有谎言，才在黑暗里面才勾心斗角，这是非常悲哀的所在。我们失去了它真，真理是在宇宙中只有一个，没有别的。咱大家都在追求，追求啥？追求有一个真的东西。所以有人看到石头，哇，奇形，拜伊为石头神。啊，看到大树啊，啊，奇奇怪怪，啊，拜伊为树，树神，这是人，唔知，但是咱有共同一个追求，共同一个讲，我要得着那实际的真，是不是安呢？那个真，我要取得真正的平安，我要真得到真正的没有烦恼，但是我们失去了这些。我们才产生许多的忧虑，产生排斥。哎，你看这人王金高金呢，唔知是安怎呢？哎，这人唔知是安怎呢？人开始就怀疑一个问号。
然后你看，那人家往哪看，你是安怎？满了无助，满了我没有安全感。基督洗净嘛，失去了真的人才没有人生的价值。但是到末了，爱，因为没有真，哪有爱呢？我们今天来到这里，彼此称为什么？同心。你们有同心吗？我怀疑呢，我的黑暗中讲，我怀疑呢，你拢白差的。啊，有同心的给他笑话吗？真的是假的哦，真的哦，真的那么好哦，那真的那么好，真的在同心里啊，你感觉安那？你无在同心啊？无啊，给他笑啊，是生啊呢，笑生吼，啊运动起来别歹，来笑生爱运动了哈，欢迎大家看，失去了真。那同心不是只有口头讲，同心乃是用真的心来扶持他的需求。你扶持的凭据是用你眼光来看他有一个需要，看到一批人一起看啊，有什么需要不？但基本上是扶持在一个家庭里面，我不能没有你，你不能没有我，我们都在一个身体的里面，这个有没有重要？真的吗？那个。我问一下，这个重要，你的功能在哪里？啊，你哦，哈哦，要足够的呢。哎，我的这会使啊，这会当用啊，那未当用。啊，这伤过大机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说它不是吗？你说它小吗？它的功能怎么样？让你舒服，它能解决你真正需要的时候，它就来了。啊，好舒服，对不对？那种感觉是不是这样的？那就是在身体的里面，你看看眼眉毛。哦、眼睛我看起来大家都很漂亮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一天他们闹革命啊，目睭说，哎，眉毛你在我的上面不要了，太久的啦，这样太过久了啦，你都不能在我头前，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，两个人都相当啊，好啊，目白说，好啊好啊，听你的，我来刷来吃可以吗？好，我刷来你目白来刷来吃看看，他看吗？可以看吗？它是一个完美的东西，你不能因为你的认知，然后把硬把它磕到这里来，敢是人？不是人，不是什么人？贵好贵哦，那是你讲的哦。哦，所以这种情形是不可能的事，生命的东西不是你所创造的。所以真实它是永恒的生命，它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的。我今天不是做宗教，我们讲说神宇宙中只有一个真，对不对？是大家共同去追求的。只是我们没有那个 level， 没有那个智慧去判断哪一个才是真的。今天是不是我们到这现场目前这个状况就是如此？所以我们今天寻见了，请求说我们早起为了台湾，台湾努力打拼，来呀，为了台湾，来呀，我们出钱又出力。当初为拼命开始努力打拼啊，将头颅放边就全部来这出几出力，出到讲气笑，啊，非常努力呢。我来讲，高山族无像阮这种个早起就伫啊做在野党诶，吼在野党。安尼做，阮全家拢同款，就笑。大家讲恁这部落这兄弟拢笑，有影笑呢。我想想影笑呢。到尾啊，毋是民进党，佫转到啥物？建国党，建国党佫转来啥呢？台联党啊，够惨嘛！我弟弟弟弟本来是讲，大哥，我们这样跑来跑去，又是我是一个牧者，我今天叫讲哦，我们来民进党，啊，别人变来建国党，嘛听你的啊，结果来结果去，说来说去说个尾啊吼，大家拢没啊，啊，有做有用心无？有嘛？哦，是咪以前早期是台湾的火车头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为了台湾打拼努力的话。大家都牺牲打拼，到尾也郁卒，拼多久啊？五六十年，结果嘛，啊惨啊！咱国会倒转来，咱郁卒啊，好佳哉！有一天，啊对，我这个巧，头像图那是我边啊，迄个一对门就知啊。啊，结果呢，我有一天我嘛休困啊，我无要插啊。是好，我稍等，我会谈时间，给你讲，足够足有经验的，伤害足大的吼。
所以吼、哦，经过安尼代，哎，就了。我讲啊，我休困啦，我无要插啊。我做韩剧一下电台啊，做在电台做个台长，吼、哦，都底下啊都发声，空中搁底下发声。啊，讲啥开感性时间，暗时啊会当感动人，流目屎。啊，你需要讲老人世界啊，那个年巴达那个一种歌、啊、来做，是，哎，老啊，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还是我还得刘邦建户的老人，来呀、啊，我们来运动啊，哎、啊，一啊，要过来，原住民，喂，老肚子，我们运动一下腰不会酸呐、啊，安尼啦，啊，要过来好多人讲，哎，老爷啊，你要去倒的呀、啊？哎，套账进来，来菜市啊啦，唔通啦，你长唔是腰酸啊？来，来讲，你看遐尼一老人，安尼啦。电台安尼不够，互人了解讲这电台袂歹啊，91.7来，撒开感性时间啊，为着啥物？伊嘛是为着台湾呐、啊，结果呢，目屎流干，努力结果无，我都休困啦，无做啊，无要无紧做啊啦，无爱做啊啦，啊对不对？到尾有一天无拄好，佮听到讲哦，台湾民政府，我讲哦，佮笑，唔当，我无要帮啊，好佮笑。但是有一次我也好奇啦、哦、我去听秘书长讲的讲，那是要了解台湾主权，一定要放咱的感情、哦、把感情放在旁边，要回到法理的论述，才能跨架非常的浅，非常的明。诶，我说奇怪，这话不错呢，这个话很棒呢，放下抛开我的感情，回到法理的论述，我就照伊的意思来讲，放下感情，回到法理的论述。我就用心去看的是讲啊，对，咱努力打拼是隔壁迄间门，房间迄边房间，我敢若歪头尔，看到一个门打开了，哎呀，法理的论述就来。这就是讲吼，我们发现了这个法理论述之后，我们开始知道真爱是什么。真正爱必须要有很明确的指引，我们因为失去了真，我们就失去了爱，我们就在那边排斥，所以台湾没有祝福。当台湾失去了真了以后，祝福就不在了，就开始乱了，所以无感就来了啊！有人说我把你当人看，然后再来呢，过来讲我还要教育你们呢，是不是呢？来当有一个啊，支持者就啊，马哥哥，哎，你当总统我就没有给你看到了。他说我不是来给你看了吗？就这样的逻辑，这些人他的逻辑，他是在自我感觉良好来的。他因为没有真爱，他对台湾人民完全无感，才显出那种无感的这个形象出来，这就是咱爱觉醒，咱爱努力。所以这种的物质和痛苦，无这爱时，我们产生了渴望，对不对？你们今天来的是不是有一个渴望？渴望什么？台湾独立吗？台湾独立吗？我听到，哎呀，记得要讲台湾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哦，啊，是不是要成立台湾政府？哎呦，很聪明呢！哎呀呀，掌声给他鼓励一下。足够的呢，你敢是台湾人？我不相信。你拿东西来，拿什么东西证明你是台湾人？哪里我看？有没有人能证明你是台湾人？有吗？嗯，那个好，对，那个聪明啊，不是那流亡政府的证明哈。伟良公，我现在我跟你讲哈，我到户政事务所哈，阿公，哎，我的身份证是这个的，嗯，你怎么会有这个呢？这个才是本土真正的台湾人的身份证。第二礼拜我过去问的时候，啊，那个新兴那个户政事务所，你看麦，啊，我说哎，那个可以申请吗？当然可以啊。那我就问说你是不是台湾人，他说是啊，那你证明给我看。我跟你讲要善用这一句，你是吗？
哦，是啊，当然是啊。那对不起，那你证明给我看。我咱每当上过紧张，每当慢慢的来，慢慢的给他雕雕一下啊、哦。来，提来，来你念一下好吗？我不知道怎么念。中华民国，那台湾在哪里？你就听，台湾在哪里？无嘛，你骗人的哩。啊，面头唔能大，目睭唔能大泪哦。啊，你骗人的哩，啊笑眯眯的，啊你骗人的嘞。还有没有可以证明？有啊，你的台币就是秘书长讲嘛，台币拿出来，让你念看看。中华民国有没有两个台湾？没有啊，哈哈，有影白擦，你有影只白擦。我甲伊讲，你讲你台湾人，我唔相信。高沙民族回到部落就是这样告诉他：我们是台湾人啊，哦，原住民的主人呐、啊。我说你拿证明来给我看嘛，你不要跟他争执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再回头去说，人就是有一个渴望，渴望什么？新的复兴。好、哦，这个三个点我们不能失去一个，我们不能没有你，你不能没有我，这是一个共同的目标。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看见，啊、哦，很清楚的看见。看到你们就紧张了，但是他怎么不会有电呢？好了，那个帅哥来他就怕了啊！我们给我们的帅哥鼓励一下好不好？我们培养了这么他们中央培养了那么多人年轻人，然后分布到各州里面担任独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。好、哦，咱那是迄是咱的囝，是会感动的。未来你免看伊安尼哦，未来是大官呢。啊、哦，做老爸阿母会讲，好、哦、好家财，我一讲叫伊踏入去的，踏入去非常人迄个物质啦，有的人在做的人不服啦，足济人惊，足济少年讲，吼、哦，都是阮老爸啦，把我塞来吃啦，我足讨厌。啊，结果拄着，啊，有一天有一个少年嘛安尼，吼、哦，少年大家拢知影吼，我会讲，我就讲，迄是日本人。有一天他爸爸要带他来的时候，他爸爸跟我说、欸、沙凯你要说自己啊，这是我的孩子，你跟他说一下这样啦。我有一天跟你说，哎哎，等我阿姐，我沙凯他就这样跟我看，哪有我们啊，你在哪里，他在哪里、哦、我说奇怪，这少年是怎样口气那么坏，我口气那么坏。他说啊，少年哦，我就用少年的口气，哪有我们，说那话看到你困难用困难用你那吼那个呆头呆头我注意了呢，啊都一看看到我一种切气吼，伊就讲伊就走走，我就对行，啊，无安那安 Q 我都噶，都是得讲那过去的给他，我都上了他们，他说父亲的问题，后来哎他就跟我开口了，开口之后呢，没想到因为我起码卡的家卡吧丘吧，你知无？叫我走，我卡吧变哪走？揢麦克风，你看我的手阿爸嘞，你唔知呢，非常痛苦呢。吼、哦，无多为着恁台湾，我跋倒啊！我迄个带恁日本的参议员带到宜兰啊，拄啊好，迄司机少年啊，唔知是安怎，雄雄来刹车，我拄啊伫讲介绍，可到一方面啊，霓虹人来诺肯不止，以前日本是在恁阿公阿妈来做的，讲到遐雄雄，嘣就一撒开落去打，我撒开去倒啊！结果塞开劈入去司机台，摔到司机台，好加速度较慢，来速度紧，今仔塞开唔得去倒啊！吼、哦，喺度第二间曲到遮，第三间咪等下来后边只曲曲。吼、哦，我四个月袂行路，哦，我行路拢安尼会喘，吼、哦，即马嘛差不多啦，即马好加在迄个大麦，你看我4:305:30就起来，吼、哦，5:30起来安怎？因为我看到秘书长，我有影。我透早起来，看到必须一个人坐伫遐。4:00-5:30，伊就开始切刀啊，开始摆咱的碗盘，都是必须拄做的呢。我就感动讲，这人有影无同款。我讲啊，孤单一个，我就有这种的心，该陪。我也无要求讲我要做啥，我看伊做啥我就做啥。做到尾啊，我徛遐，有一天甲我讲。你要做，你要做领导者吗？我不说嗯，我也不这样，我笑笑。哦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叫做领导者？
你要做领导者，我请问你一个问题。有一天你带了一批人，中餐就剩那么一点，一粒馒头而已，三四个在那要吃，你怎么处理？我想告诉我一下哈，一个馒头五个人吃了啊，那我想请教这个帅哥，你是领导者，这个馒头怎么处理？你起来一下，大声跟他们讲，我们都是领导者哦，将来都是领导者，那请问你怎么处理？嗯，好，就这样子嘛。有等份，好，优先顺序，好，我们给他鼓励一下啊，这也不错了哈，这也对了。还有没有更好的？举手。好，你讲，站起来，最高的阿米斯，你看我们高沙。啊？啊，最有能力的，你就是领导者，当然有给你自己吃啊。嗯，嗯，很好，鼓要鼓励。我也不知道要雄雄要怎么跟他们回答的，你知道吗？嗯？好，很棒，全部都很好，角度都对，好，但是有一点他是说，来，我自己自动的知道嘛，来，这样，来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到尾有人说，诶，那不，啊，我吃饱，我吃饱，你吃，你吃，你知道意思吗？伊无讲，咱来分开，他不做，他主动的嘞。来，你吃，来，你吃，来吃。好，然后大家拢吃的时候，哎，你那无吃？啊，不不，我吃饱，我吃饱，我吃饱，恁吃，恁吃。迄当中我就感动，这个人无简单，所以我徛遐会较会酸呢。看恁食饭饱了，我较会当吃呢。迄句话我就开始训练家己。看土卡大厦，我唔是，我没有薪水呢。我从高雄每一个礼拜来高铁来回，哎，贵当啊！当高我温太来讲你惨啊你，哦，出钱，家你出钱，高铁来回，逐礼拜拢要来，啊，逐礼拜拢徛遐，摆桌啊，搁拖，搁塞菜，你有看到无？这就是俄湾咱的秘书长，我非常感动伊的坚持，这是咱合适的目标。无虾米人大事，我们都在一个身体的里面。讲诶，我们都在一个身体的里面。你说，你讲，你大声说，我们同心。我怀疑你是同心。好，我還說會加一分鐘給你說，現在加起來兩分鐘，剛好也一分鐘，要記得，稍等，你要準備，鼓勵一下，鼓勵一下，不錯。咱現在要學習，有的沒關係，你要說，你要出聲，你不出聲就是，你永遠不是完，你永遠不是正港的台灣人，台灣人給教育到，無自我啦。要讲的是，伊马上安怎呢？想要讲的是，哎，有人无？咱细汉的教育是不是安尼？这个是完全，哦，是一种啊愚民的教育，把我们压榨到不能讲自己的话。我挂牌，皇宫，皇宫，皇宫哪里去？哦，啊，挂牌不能讲方言呢。阮学道上袂晓讲。台湾，我的学道上，我就我是被淘汰组。你没听过被淘汰？你是什么组？阿美组。你知道有一个被淘汰组吗？我就是被淘汰组，你相信吗？相信你举手，无人相信嘛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我老爸卑南族，对不对？我下面叫卑南族，我妈妈泰雅族，顶管叫泰雅族，所以有一天阿辉背啊。高层那个高峰会议，我是记者，我当请问总统，我是哪一组？
哎，奇怪，你雄雄问这是哪一组？你家己唔知你去哪一组啊？我讲，因为你即马变成讲高山啊，还有山岩平岩哦，恢复到原住民还挂一个山岩，是吧？哎，老师，高山族跟平地山包嘛，山地山包，平地山包，我告原住民也是，他还是挂上山跟平。那我想请问，我妈妈泰雅族，她是一个那个父系社会，我爸爸是卑南族，是母系社会，我请问我是哪一族？然后后来他转给那个内政部那个叫的黄什么文呢、啊？黄祖文呢、啊？我说那是你的事，你回答。没有结果。我说，请问总统，我是什么族？我告诉你，我是被淘汰族。我们今天的族庆，我们的今天的状况都是如此，因为他不尊重，他不把你放在眼里，所以我们要了解，这个就是我们要去追求的。今天我们来谈真理是什么？现代的是个思潮的挑战，到底真理是什么？哦，这个必须要看，为何现代这个时代在十六世纪里面宗教改革那个时期哈，那个世纪，但是十八世纪它启蒙运动，尤其在那个欧美社会，你到欧美社会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了这个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时候，它社会带进了所谓的现代的时期啊、哦，现代的时期，在这个时代里面呢，它产生了理性主义、跟科学主义、跟经验主义，都成了什么呢？主流社会的这一个这个思潮，也是在基督教里面啊，就所谓的这一个副教学的这一个主要的对手。他进入了这里以后，我们会发现呢，到末了，他们仍然是绕来绕去，还是绕在这个时代的挑战，直到今天，他们还是环绕在这个理性跟信仰的里面。我们看哈，到底真是什么，理是什么？这边也说得很清楚啊，真它是永远真实的，真它是永远长存的，真是永远生命，永远的生命。生命啊，它没有是非，哈、哦，你知道吗？生命它怎么长大？有人告诉我吗？生命怎么长大？有没有人知道？用知识才会长大吗？生命它什么都不懂，生命它就懂得吃，它一吃，再吃，再吃。它里内包里面的这个细胞成为它生命的供应，有一天它就长大了。生命它不用知识，不用智慧来去判断，生命的东西是靠吃来的。但是呢，生命它是真实的，而且是长存的。那今天我们人自称为我有知识了，自从听过有一次那个亚当夏娃那个的故事吗？他因为吃了知识三恶树之后呢，才开始分辨，哎呦，我没情杀，那个人的第一次才知道是非。所以呢，这个理呢，人今天、哦、好多哦，就这人就好讲道理的，你敢知？在座的我跟你讲，比我们这秘书就讲的也够足够的呢。好、哦，我跟你我十几当前我就是不知呢，我会当上天啊，甲动起来。日本那个三一嘛是阮做的，我叫马英九，我跳落就讲，我照我讲呢，来遮吵啊！我甲伊讲，你要安怎？那个病倒安怎？我就甲你有一个撇步，就甲伊看看。哦，我讲这照搞的呢，讲道理的人足济呢，照我讲的呢。哈、哦，这道理是经过人的经验，哈、哦，甲努力读册得到智慧，甲成为我们生活的常识。这是理，这个道理，但是没有真，只有理，它就成了什么虚空的人生了。刚才有一个广告嘛，恁查甫人敢若靠一个嘴尔，对不对？咱查甫人敢是安尼？无可能的代志，对不对？来到家也无可能啦，大拢足巧的啦，唔是敢若靠嘴尔，靠我来北的物件，就是法理的论述，是不是安尼？人有一种的物件，我唔是敢若靠嘴尔。哦，虚空的人生是靠嘴的，刚刚靠嘴巴。真实有价值的人生是有真有道理。哦，今天来到这里的人，
都是满了真，满了道理啊，这个才是我们人生的价值，这也就是唯一的套路。我们要再活到地上，要好好精算你的人生呐、啊。你那是无安尼去思考啊，你可怜的，可怜的叫悲哀啦。那知识跟以生命的差别在哪里？有人知不？知识与差别在哪里？有一个这个修理车的师傅啊，有一天一修一眼睛，有一天啊，这车主啊眼睛派去啊，就到遐啊，到那边去。那个这一个修理车的师傅呢，看看，听听，伊就知影嘛，哦，他知道了，啊，因为他知道了以后呢，他就拿了一个什么钢锤啊，哦，提钢锤啊，啊，去边遐安尼，咯咯，个发动，结果呢，砰砰发动啊，发动了，好，车主讲安尼偌济钱，啊，10.5美金。哦，车主讲，哦，遐尼贵，那你敢那提钢锤安尼讲呢？都遐尼贵啊，啊、哦，是不是安尼？有影嘛？伊讲提钢锤安尼讲，就会发动啊。啊，我咪会用，无你就你用看卖，无你用看卖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们看见，只有敲一下收多少钱，啊，他叫车主说啊，嫌贵可以啊，只有敲一下，那么收多少钱？他一定要减价，啊，修理车工那这样子了，我收10块钱了。因为敲一下啊，敲一下值半块钱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要知道要敲哪里呀、啊？知道？你知道敲哪里啊？才这个价钱叫知识了。你就知道要敲哪里，对不对？所以那是啊不一样的。所以呢，有一位那个学生呢、啊，在公民课上啊，他非常努力，非常认真努力。老师讲了一条。咱做囡仔来，我们必须要孝顺我们的父母。哦，听起来非常感动，感动到极处啊！啊，他不仅仅考试考得很好，非常认真，非常努力。那我刚好他就立志啊，立志要对父母亲孝敬，要好好孝顺父母。我刚我的哦，他就带着满带的心啊，要回去要好好啊孝敬这个父母亲。哎，他一到家里的时候，因妈妈的来。还有哦，啊，迄个书包放遐啦，你一边遐搬搬咧，无迄只边遐拆拆，无遐衫吊吊的，来来来，遮拖拖的，吼、哦，听起来伊就头痛，你看，本来就是讲要甲爸妈好啊好，结果听到迄句，看到伊妈妈迄种面抽，伊就开始生气啊，哦，就开始跟母亲怎么样顶嘴了，顶嘴之后呢，哎呦，十分的懊恼。哦、我进前一分钟就讲要准备要来听爸爸妈妈的话，结果看到妈妈迄种个性，我就搁俩讲起来呀，啊，搁俩讲起来，啊，所以十分的懊恼。有一天，伊倒转来，鼓起勇气跟老师讲：“老师，我做不到。”老师，我做不到。老师说：“我是在告诉你，我也做不到，你知道吗？”老师说：“老师有博士学位呢，知识能够做得到吗？”哦、这里就说明了一件事情、哦、你要知道这里就说明了一件事情，前面说到了属于知识的层面、哦、这边是属于知识的层面，下面属于生命的层面、哦、孝顺父母不是说出来念博士念出来的，那是活出自己的、哦、活出自己的。在罗马时代有一个名字叫保罗，他是一个非有权柄的人，专门去杀那个很多的基督徒，人历史有记载嘛，杀基督徒，有一天被光照就扑在那里哦。他说：“你是谁？”前面有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这个过程之后呢，保罗这个人到后来，他说：“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今嘛我哎，不是我以前的保罗。”那是因为被光照了，亲像咱对台湾的人物，都是咱照咱家己的感情来看，所以蒙蒙渺渺。今日来到这，有一个光，台湾民间有法理论述的光，足强的照到我们的身上，咱就觉醒起来啊！原来台湾的主管，是以前我是伫迄个感情遐的角度来去看，所以我个无拢无法度，拢唔知道要安怎讲。
你敢是台湾人？我讲对啊，我就是本土台湾人，佮强调讲我是本土台湾人。结果呢，查验身份没有一个够格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是生命活出来，所以知识跟生命的差别，今天知道了哈，帅哥知道了哈。然后我说我当然知道，哎呀，我已经念博士了，对不对？我相信这个是彼此的勉励哈。我想在学习当中，我们都要用心。宇宙中有一个精神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讲说信实、公益、和平。今天有看到这个像图是什么？火车头。早期发理论书还没有来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台湾有没有火车头？哦，下面党。动算动算哈，哦，火车头啊，啊，哦，民进动，那台湾的火车头啊，有希望不？这都是未来咱台湾人的希望，哦，有吗？哈，对不对？恁下面你讲对，啊，对嘛？对，大家拢受，安尼看到这火车头，哦，咱台湾的迄袂歹呢，看起来有形，有形嘛，吼，有形。我告诉你，真理它本身是冷的，没有情感。法理就是冷的，没有情感，不能关说。爱它是热的，满了，哦，满了温柔，满了滋润，满了供应。它是火焰，它有能力有炮啊。但是真理跟爱不结合，什么都做不了。咱这个能百二十几个人控告美国建户的时，这是一个火车头的开始。火车头的开始来到今天，每一个人参加学习，人家在这边读的高级班，我们都是火车头里面的火炭。火炭你一来我一来，两个都焚烧起来，烧到末了产生了什么？火焰。火焰越烧越烧到一个高温的时候，它产生了什么？爆炸。它就产生了能力，能力产生之后，它就开始有驱动的功能，它产生了动力。这就是我们每一位同心，这个心写错了哈，门的这一个火炭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呢，你加我加就成了火焰，产生了动力，产生了动力。所以台湾民政府今天呢，啊，产生了动力，这成了火车头，它需要法理的论述。你今天我们以前有经验，有这个台湾的火车头，但是它没有法理的论述。所以这火车头呢，啊，这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走到安尼，大家拢无助噶。今天这火车头，因为有法理的论述，成了什么呢？我们的这轨道，它有一个方向，它有一个目标，有无？这个这轨道，它不偏不倚，它就既定一个方向。为到高雄就是高雄。你要骗无可能的，你要耍也无可能，你要骗地位是你车祸，你要骗地位是你啊，迄个地震，对不对？外来因素所造成的无可能的代志，不是人为能力所阻挡的，这是爱，啊，它是有既定的方向，有目标，所以它是埋了爱，必须要忍耐。所以当你在啊，这个执政来临的时候呢，你当官，民秋的开始催泪了。哦，开始啊，还那个王哦，那个什么刀子来了，关刀就来了。哎，我开讲，你马上死啊！我们要忍耐。你看这点，这回这两天发生代志，必须就冷静啊，冷静啊。哎，老婆在那边呢，我不要干呢，冷静啊。今天早上跟我们讲。任何事情都要冷静，冷静才能清楚如何处理这件事情。以后我们的事情可能都是马上会发生在你跟我的中间，但有法度，但有在调当冷静忍耐无？但我是动不掉，马上就劈下去了。我跟你说没后步了，你劈下去只有死路而已了，你劈下去只有死路，没有后路。这必须要冷静去思考，要有宽容啊，不要就是说对抗对立啊，只有死路解决问题，要宽容，不要在背后说他说他的，冷静就勉励，不要一直叮咛啊。
所以呢，我们有了轨迹就不偏不离主轴，我们中心思想是一致的，我们有新的盼望。台湾民政府的火车头，我安尼为结果这也走起啊，无啊，这因为这那内容不赶快哈，这因为系统不一样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有了这个零和论述，在座的什么叫的零和论述？你知道的不要举手哈，知道的就是说所谓的知道的已经给你点过的不要去讲哈，今天哈听过第一次听到零和论述的举手。哦，这个哈，我们那边后面有一个摆头法，你知道没？我往上看一下。哦，这个零和论述非常用心啊，但是我们的议长，严高沙族的议长，他对零和论述从头到末来讲得非常的非常的棒，他非常用心。这个零和论述，我想零和论述呢，知道的人现在在拿这个摄影机在拍的来。这很漂亮，那天在台南你说的时候，他马上就说我知道，来你说一下什么叫零和论述。还没记了呢，会早饭早饭吃吃了就没记了呢，我想不起来。好，掌声鼓励。他们两个的结合才发现了战争法，才发现了有了这零和的论述，法理的论述，经过群体经历智慧知识的结合所产生出来的零和论述，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法理论述，使我们有目标，带进了光，一束光进来。咱这代是讲黑暗，有人讲啊，我见了哦，就简单的白色油擦来，提来来擦擦的，啊那擦擦个鬼洞，一台拖拉机擦个尾啊吼，流汗流甲，脚酸手软，结果嘛是黑的，是安怎？迄无光嘛，光入来了，迄黑暗就安那渐渐安那离开了。法理论述的一个光入来了，难免用战争，难免用点受怕，难免大脑后底啊亮面。法理论述，你敢是台湾人？就简单，你用讲嘛吼，你敢是台湾人？就认真的呢，够足缘投的呢，够看迄个戴帽子。从拄啊初级开始，伊就安尼啊，这个人来咧，我甲伊讲，伊讲为着我的子孙，我无来袂使啦。我甲伊讲说，今仔日我会当阁讲，我脚麻手麻，我有影是，阮太太讲你痟的，好啊啦，唔通阁去啊啦，啊唔通啦，你家己的健康有问题啊呢？我讲无要紧。我无几当啦，咱有几当好啦，你有在调十当好唔好啦？你十当这桥拄啊要接架一个坎站尔，这坎站就是你甲我要甲用起来。你甲我若是无用心，你的子孙有一天讲阿公拢嘛是你，彼天拄啊要好诶，你无用心，互我今仔做外劳。有人看到外头暗时的悲哀无？有无？有目屎流，目屎滴，想因兜约远约远，因兜内底的囝，未来台湾人是毋是会做外头？这是毋是为着咱的子子孙孙来努力来打拼的？咱要努力打拼。我毋知要安怎讲，我讲我爸。我脚麻，我手麻，有一天我爬，我嘛爬出来。我看到阮的议长吼，伊嘛脚无拄好。你看伊的行动，伊嘛是共款爬落来。为着啥？为着子孙嘛。咱老人会当享受对不对？老伙仔会当伫遐翘脚享受。咱的老人要怎？翘啥？手干呐？手干那干袂无，手干那干袂无，手干那干袂无，手干那干袂无。台湾人诶，恁阿公恁阿嬷呢？外国桥都歹，你敢知？头前一包，倒边一包，
巴肚遮一包，正边个一包，后边还佫一包，佫拖车呢，脚开开，目睭看无安尼，吼、哦，我搞你敢知？迄个是台湾阿嬷、阿公、阿嬷。你看嘛，你用这心来看嘛，老阿翘脚底啊，下棋啊，伊一个月偌济？有没有万九？万几块？恁阿公有无？无酒干那伊也下顿唔知要安怎吃啊？六合路，阮高雄市六合路遐有一个乌马桑，到我一天会讲啊，我一定爱该翕相做记录。有一天当我有钱买一台迄个 DATV 的时，伊人无伫啊，我非常郁卒，非常艰苦，本来要做一个记录。一个老人安尼，煞家咧一个迄个失恋的煞家，煞家足可怜的。伊的囝拢大学生，这就是台湾人咧。这是不是政治的另一高山民主？你原来的土地，如果当无你做的时，到尾啊，迄个当然成了中华流亡政府的土地，敢有？我的厝宜兰大同乡旧厝，为了安全问题要拆除，我要来修改，伊讲袂动，我修改了哦，马上派六台怪车来甲我处理，违章建筑，我高沙民主呢？他说你们那是违法。好，我当初我弟弟打电话来，我马上去，你说什么违法？你什么时候进到这个台湾？你几年到台湾？你过回答，你若不可回答，这个不是个案，那是通案。哦，迄个管监户听到迄句迄个番王底下滴讲的时，伊就开始就考虑啊。伊讲来来来，咱俗话讲，俗话讲了后，伊讲安怎？我后个月就要退休啦。我后个月要退休啦。我有一个方法跟你讲啦，你用这个挡土墙为名。啊，双骂双骂，让党主席为名，啊，使你更加重建的这个哈、啊、实际来去做。因为咱想过用哈、啊、义气嘛，袂当解决咱代志嘛。最主要的是讲，在那个体制下，我能够使我家里建造好，那就 OK 了嘛，是不是安尼？你看，这个就是政治的另一呢。咱的阿公，咱的阿嬷，透早起来三四点起来。要去巡田，那个田是不是冷凉几几？会起寒，脚安尼来，入去，哎呦，给侬，哎呦，马上那种感觉，加啥？加凉，哦，加凉顺吼，我阁学着啊，加凉顺，阿妹祖怎么讲？一下去，怎么讲？加凉顺吗？啥物也是自己来的，你用过，哈、哦，安尼会起寒呢。我脚麻手麻，搁伫遐搁抽，要安怎？迄就是恁阿公恁阿嬷呢？你少年恁知无？差点不知道啊！哎呀，天花乱谈啊你们啊！啊，恁老人的代志啦，我甲你讲，无这规定，今仔日无遐尼幸福啦，对不对？我们真的是要从心底里面去了解政治的利益所带来给我们，所以我们今天给那些因为法理的论述，来告五贤姐的台湾民主成为火车头。火车头里面有你，有我，有大家。今天开始要动了，我们的问题才发生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不是给我们很大的警惕？为什么？你太大意了。各位不要大意，来到这里不要自以为是。有一天你就拜在这个地方，我跟你讲，你子孙过来，妈，我无饭通吃。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感觉说没办法去思考的事情。这是什么？一部列车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通过这黑暗的时期，这一部列车有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法理论述所造成的，有高沙，有高雄州，有台南州，有台中州，一部列车行行拢出来会行吗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因为人还没到啊，摆在那做什么商品，敢无法度？无法度。
所以有这种东西你绝对要用心，你好好用心去读 法理论述，然后我们就能够，因为有了这个完整光明的类车，有你有我，有碳，你那个碳我的碳结合起来产生的动力，我们才能够脱离了政治的炼狱啊。刚才我们讲政治的炼狱是什么？没有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我们也不敢讲话，隔墙有耳，才能听你在讲什么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因为加入了，开始凝聚新的方向，我们就脱离，减轻了我们生活的负担，然后呢我们提升了生活的品质，再来呢我们营造了生活休闲的这一个环境，这是目标哦，还没有实现呢，这是目标哦，我们要有一个愿景在，对不对？我们先有一个愿景，这就是本土台湾人应挂的嗯吧，这是我们的盼望，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实现的新的一个愿景，新的一个意向，你必须立定你的意志，去好好地达成你所要的目标。好，我们就谈到摩西这个故事，有人听过摩西的故事吗？为什么用出埃及以色列的临时国歌啊？我想他有他的意义在。摩西这个人啊，我们知道由于他这个为什么会来到这里，他是一个以色列人哈。我们先讲那个，他这个是以色列人，因为呢那个、埃及王啊，他是为了怕以色列人茁壮起来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那个时候呢，约瑟成为以色列的新王啊，那个时候啊，那以色列那个约瑟呢很聪明，把以色列做得非常的棒。后来呢埃及王啊，法老王啊就开始紧张了，哎呀，别地的，这些人呢一定要好好的加以管制。所以他那一年开始生的每一个男婴啊都要怎么样？杀掉，跟228事件一样啊，是不是？把所有台湾人这些精英一个一个的杀掉。法老就是为了控制以色列人更茁壮，他就把这个男婴，每一个男婴全部都杀掉。但是呢，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谈那些。你看这里我谈到这个火焰中，神因为知道埃及的这个以色列的痛苦啊，在这里的时候他看见了一个异象。这时候我就联想我们的秘书长，我秘书长他从中国逃到金门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他明明不知道的，那个摩西他也不知道的，这是明明注定的。他逃离到了这个厦门，他为什么不直接到这个上海？他非常有智慧，一到上海人家已经等他了，他在中途下，然后搭车就到厦门去包一个船，结果一包一个船不是船，是一个小啊小板啊，那个叫什么板鸭子那种的啊，白鸭哈，讲白鸭哈，白鸭船哈，竹板哈，一个五位的眼镜啊，啪安尼啊，一去坐的，哎呦，哦，我刚刚必须都赶快中广嘛，你在中广，有八道哈，卡大哈，坐的，哎呦，一辆安尼滴滴的，啊，亲爱的，船的啪，暗时啊，为厦门到金门，到金门的时，要未到路，还没有到那个海滩哦，迄条啥，伊讲哎，到家就好。吼、哦，惊一跳，到家就好啊，袂得的啦，这个要过海呢，无法度，我看到家呢，有办法的，无办法的，就安尼个边啊蹦蹦的，就了，哎，好驾才到家，好驾才到家，但是暗时啊，冷个风会寒，也比比喘，我脚个酸，哎酸啊，头个软。安尼，一直慢慢的刷，啊，慢刷，就拄到一个迄个啥，一个物件，哦，迄铁啊，伊之前是毋知是啥物件啦，哦，就讲，伊伫做过，伫遐做变轨吼，哦，遐拢是防啥物登陆，然后伊就吼物件，伊个擦，哟，好加条物件来开一个呢，开咧讲擦嘛，擦到要死啊，吼、哦，迄铁啊，坑固会迄啰，新鲜嘛，尖尖对不对？哎呦，擦到要死，无法度。
啊，好刚才吹吹，哎，又搁有一个手帕，还多垫底啊，啊开咧，哦，都要穿开啊，你知无？到家吼，哎，未穿开呢，搁软呢，搁惊吓，搁暗，别别错。迄当中看到啥？伊个手机在闪烁啊！伊就想到啊，我联络阮哥哥还是弟弟去，我袂记啊，哥哥还是弟弟啊？弟弟迄款吼，联络了，叫小海芳啊，该找到。到迄度，但伫遐等的是，伊伫遐等的是，伊内底有一个祈祷，咱人有一个祈求嘛，有一个祈求嘛，伊也祈祷。开始有一个光安尼摄落，阿公有一个要有一个祷告，有一个祷告说，我若是会当脱离这个苦海，我绝对爱奉献予台湾，啊为台湾来做，为迄摆开始。我想讲看到遮的是同款，看到光的是。迄当阵呢，他是逃离这个埃及，逃离埃及，然后去牧羊。哎，阿古遐牧羊，牧羊到一天有在圣地的时候，哇，有一个火，啊，火也足艳的，讲伊好奇，好奇，伊就问，好，摩西，你不能进来，这是圣地，你必须脱鞋子，安尼，啊，不能进来。所以你看，火焰向着摩西者，啊，这是火焰是满了能力，它是并爆，它是动力。啊，他是驱动，他不能靠近，所以告诉他说：“去领以色列脱离埃及。”请求必须丢地下一些的，他有一个有一个启示，然后有一个以意内容，你去使台湾脱离苦海，赶快来投递。所以这样的时候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摩西就讲啊，我这年岁，我这人敢有法度？神说你去就 OK 了。我的能力会随着你而去啊！这样看见了这里，我们就看到摩西的性格。摩西他看见了异象，没有其他的理由，他只有什么当下什么顺服。今天法理论是摆在咱的头前，咱开始就讲：哎呀，那有敢有法度？敢有可能？那就是那两个人做的嘛！哎呀，不可能啦！我做的了，像社运啊，做个这久啊。不可能，我跟你讲，不可能，不容易去顺服啊！台湾人说我没有看到的，我不顺服。台湾的特性，对不对？那摩西啊，简单的相信，当有一个有一个启示来，他一个启示的时候，他是简单的相信。你看看他带领这以色列人的时候，有一个云像火一样引导他，他就单纯的相信。他以前没有指标，也没有导航系统，神就兴起了这一个，他们就相信那是神所创作的，简单的相信就跟随的往前。我们法理论书摆在那边，像个云一样指引我们往前。我跟你讲，别插的，唔通啦，你会死啊你，你发烧哩，我再来搞崩讲你，哎呀，明仔载要带你去病院去看一下哩，赶快呐，咱先过到思考啊。我们不敢顺服，也不敢相信、我们满了怀疑啊！台湾的处境，所以你看看，他一相信不怀疑，但大胆的往前。因为看到他大胆的往前，所以呢，他深信神会赐给他能力，大胆往前。那我们这里呢，没有胆识。我跟你讲，唔通啦，中国的隔壁迄哦，哎呀，惨啦！足济，我那度去企业家无。我讲，敏感的，我做生意也很敏感的，唔通啦，嘿哦，伊讲嘿什么人嘿，用比个足水的呢，嘿，好个就无安尼中风，嘿，咱台湾人足可怜的，嘿什么人啊，太敏感，他会动作呢，我一个原那个高沙民族泰雅族，我说，你看看你这个几个表哥，上面夹这个是什么？他说美国国旗，他马上掉眼泪呢，你知道吗？我还以为他看到美国国旗就当感动啊，不是，他里面做什么？中华民国给你们教育，给你们这样的爱，难道你们要欺负他吗？掉眼泪呢？哎呀，那么给他厉害！我说你哭什么？哎呀，你看看，我说好，那你妈妈的那个什么老人年轻，你觉得 OK 吗？你妈妈的福利 OK 吗？你孩子要念书呢，你为什么要贷款？你有没有去思考？我不是说我不 OK， 我不说我对，我们冷静去思考。那我想有没有光复节？那个两位年轻人有没有光复节？
两个美女，台湾有没有光复节？有啊。啊？台湾有光复节啊？安尼安尼，我搁较欠，要减半，减一分半钟。你本来两分钟好哩，你看有啊，我就要给你减半分钟。有光复节吗？中国内战国共战争的时候，谁拜？有一个人他这边讲哈，他说：“下面人的主义，海义。”海岸统一是念念，什么人在讲？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帅哥，三民主义，海内海外统一信念，下面人的主义，海义海岸统一是念念。哎，这不是我讲的呢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？要不要学？要不要学的讲一下，我给鼓励。正法名贵，万岁万岁岁岁嘛，是哎呀，这是应该你讲的啊。所以我们想说哈，这是已经是在这样的事上更应该了解。好、哦，我们不要太敏感了。那是不是？戴顺不是在讲吗？中国情以后就要报告了吗？啊、那个讲的时候没有那个没有那么厉害的啦。高沙主没有那么厉害的啦，不要给他报了，对，那么好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有一个坚持的信念，我们的信念产生了一种轨迹、轨道，它叫我们不偏不倚，有一个既定的方向、中心的目标，这就是我们往前最大的希望。我们没有所谓的信念呐、啊，可以的啦。国民党不住的啦，林啊，安尼俩，吼、哦，我说我拄啊讲林俩呢，吼、哦，所以林最俩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讲说哈、哦，我们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必须要有这个中心的思想跟信念，要了解这些状况，然后知道之后，我们必须一定看看他们的执行力，坚定不移。我们没有啊，无紧啦，好运气啦，到时咱甲讲啦。西瓜安怎？就可怜呐、啊，无格啊，没有格啊，这就是台湾人呐、啊，是不是？你看看以色列被掳，哦，以色列被外族注入，台湾是不是外族注入？我们是不是跟以色列完全一样？是不是？原有呢，以色列不听神的话，先知圣经跟他讲哦，有见这个告诉他哦，他硬的景象不听啊。不可能的事情啦，咱台湾人是不是这样？不听啊，啊，不能这样啦，要怎样啦，啊，不听啊，对啦，那是领导的事情啦。所以耶和华有在说啊，啊，我养的儿女，啊，养他大了，然后呢，他既然是背逆我，啊，咱现在少年是不是这样？你们没啦，咱家都有地位的啦，咱家也不错，咱为你们现在来这参加一下来鼓励一下。他们很巧的，我跟你说，好，没来这的都不巧，怎么养大了，怎么老爸，怎么什么事情，你看脚又这样，怎么老爸，怎么插插你，对不对？阿母有钱吗？没得啦，我要拿钱啦。欸，少年人，对不对？讲讲到尾也嘛讲恁爸，我饲你呢，是不是？无当，这就是安尼，恁囝。所以有滴讲嘛，牛认识主人，哎，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草，主人的草，啊，以色列却不认识。我的子民啊，却不留意我。我的囝，我饲到那饲到老爸拢袂惊咯啊，佮安尼搞我顶嘴，是不是？这光景是不是一样？所以因此他失去了祝福，台湾是不是没有祝福了？台湾就跟以色列一样，土地荒凉了，啊，都是 A 呀、啊，别让 A 只用 A 呀、啊，一个背写无福利 ，A 个什么都无，这个诚意就被焚烧了，所以呢，这个田地被外邦人吞了，所以动不动啊，
你到你找那个高沙族的徒弟，一看中华民贵，哎呦，怎么会有中华民贵呢？那个鬼在那边中心呢，你要起来，高沙族要起来，那个贵要把它拿掉啊！那这个我们高沙就要起来，因为他有形无形，突然告诉我是中华民贵，占有你的土地啊，这荒凉了，外邦人来占有你们的土地，您听你的，我做我的，哈、哦。所以呢，法老因为看到台湾人今嘛有法理论述啊，杠秤啊，然后伊今嘛惊吓，所以用不择手段，在使这个以色列人为了建造什么，建造两个城，啊，他建造两个城，使他更加以什么啊来设计他，来残害他，成为苦工，啊，做苦劳，以此在压迫他。我们台湾人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啊，台湾人，所以呢，他下令以色列人当永远的奴役。您拢是黑人，你敢知？有人知无？您是黑人？那帅妹，两位帅妹，你是黑人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看你都是黑人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有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？要不要听？要不要听？要不要听？嗯，等一下给我鼓励一下吗？你们拿身份证后面看看，身份证你有没有看到？你们身份证有记号？有没有？你看看你身份证有没有记号？啊，在背后的右脚上有记号，那叫奴役。奴役是黑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是黑人，你不信？你这个皮肤表白表白的呢，你是黑人呢？啊，我们都是有记号的，啊，把它当成奴役。你们这一群都是奴役。所以有记号的，啊，所以呢做苦工，然后为了法老为了盖这个两个集货城，让他们压迫他们，鞭策他们，作为这苦工。第二计谋就是杀他们，什么？刚才所讲的，啊，这个头生的这个儿子男婴哈，把他杀掉，不让这以色列的孩子更多，年轻人更多，这是很何等可怕的事，逼迫他们，啊，残害他们，限制他们，啊，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二二八事件。我告诉你，我父亲虽然没有被杀，我爸我父亲是在日治时代，我照片还有留，他是在消防署做的那个中队长，中队长，啊，中队长。那个时候他三十八军进来，我父亲刚好出去采购，他刚好出去采购回来，我们二十七个人里头被杀了十六个人，当因为他们有武器啊，对抗啊，他们不做推革，没有办法对抗。后来有一个泰雅的阿兵哥，啊，出去刚遇到我父亲，马上就把抓住说：“太凶了，太凶！阿不奈，阿不奈，危险，危险！队长，队长，危险！你不能进去。当下你是当队长的时候，能不进去吗？要进去啊，死也要去啊。”何格仔，他认识了一个美女，那就是我妈妈，多。这个不一样，我想讲，哎呀，我美女啊，在遐，了感情在遐，哎呦，危险嘛！伊就较讲切，讲啊，我妈妈是在台大医院当护士。你看日治时代那个时候，我们若是今天还在的话，太棒，生活太棒，免遐遭劳了。你敢猜？然后回去跟我母亲见了面以后，就开始计划逃，一逃逃到宜兰大同乡啊。我父亲是什么族？卑南族，到那边他们不放过，直到他在松罗，然后派人让他任为第一任的乡长。哦，你知道借刀杀人的手段吗？当地的人可以接受外人做乡长吗？不可能嘛。我那时候有一个八个月的哥哥，当地的人就开始来找我父亲。我母亲听得懂泰雅族的话，我父亲听不懂。然后刚好我们那边有一个箱子木箱啊， Hinoki 做的很高，要存东西的，刚好盖起来有那个门。我母亲骗我父亲说我里面放一个东西，帮我去拿一下，一进去是反锁，锁在里面。我母亲背着我哥哥去对付他们两个人，跟他讲，他说什么事，他说
为什么要让他们那个，就是要抗对抗他父亲啊，要跟他讲两个争执，把我母亲衣服然后这样争执，在打的时候推拉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母亲也是接受训练，日治时代美国攻打台湾轰炸台湾的时候，所有的护士啊都要练一个拉木头，他们抬尸体嘛，所以体力很强，他也对抗这两个年轻人。我记得很清楚，这个叫做李明本这个人，他对抗的时候，我母亲的衣服撕破，我哥哥被击打八个月而已，击打就重伤，就这样死亡。那我父亲听了就弄没办法，就被关了。然后知道，因为我的父亲回去，他还有带那个日本的武士刀啊。如果是我父亲在那边，我就想不知道哪一个死，就这样子。好，为了冷静，我父亲想办法又逃了，逃到巴堵。逃到巴堵的时候，我母亲怀我。有人去过松罗国家步道的人举手。大同乡松罗国家步道。都要被背起的时候，有一个溪水哈，小小的水，有个大石头不？那是我生的地方。我妈妈自己咬切，自己把我生出来，因为我爸爸不在，他在巴堵藏了三年，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，我们看见他是无所不在，就是一直追到末了，一定要抓到我父亲。他后来，可是他也不敢光明的就要杀了父亲啊。那后来我父亲三年之后回来，又被找了。鼓励他说：“哎，来来好，哎，去喝一台阶，来来来来，我告诉你，这三林警察，你知道三林警察是抓什么？三老鼠嘛。三老鼠那是讲，不是两个人去做不？派一个人去做，一个人去抓。好，拄啊抓到八个人，头前四个，后边四个，伫山顶用踢的踢死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好佳哉，我爸爸无。”到不要告三星分局啊，那个分局长经过侦讯，把八个人要全部关。我偶尔想讲，哎，我来报警，免关回回去。好，所以好佳哉，我偶尔想就是安尼做。伊打遐三星天松碑遐的老人是因的朋友，安尼慢慢建立他的人脉，几啊拜。了后，伊就讲阿袂使，信了耶稣，开始做传道。到玉山神学院，等于来到家，又够说语言不通，排外。伊底下讲迄个刚德的时，台湾的话袂晓讲啊，哦，泰雅族的话不会讲啊。他是不是用你用卡米罗美古米哇不他去哇啊？在讲日文吗？两个刑事组在那边等啊，讲了差不多，把假的又把他关起来。够乖，你不能讲日文啊。好，关下就要搁绑啊，搁绑我父亲，我马上挨个搁传啊，挨个传来的连续六摆，人抓啊，抓啊，冇紧啊，抓就抓啊，啊，讲，我可以五分钟，讲到差不多五分钟搞一个抓，都是说到这样的呢。哦，这个国民党这个流亡政府真的是，我年轻人没有感觉，我们这个时候非常恐惧。你说说看呢，这个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人吗？所以难怪他无感，是啊，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想到他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说，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说。所以我们看他颁布立法，捐资颁布立法，审判代求，跟秘书长完全是有一点模样。他是颁布法理的论述，他又像牧人一样站在那边服侍你们吃早餐啊，然后你们结训的时候，一个人就站在门口，让你们一个一个上，安安全全的把你们送到家里。等到人从走完了以后，他才自己回去。你们有没有看到他细节？有没有？你们要学习。你们今天要作为地方的所长，你们这个精神学不来，我相信你们以后状况很多。你不要一做就是大官了，拍写要做小弟。老二哲学，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。他能够是为的我们台湾有一个希望，他立了这样的一个创立者的心态。虽然他知道这个路不好走，这条路是这样很窄，要警醒，是要警醒，这是我们彼此要勉励
所以我们看看这个生下来的时候你看看坐船，我想到这里哈，黯然是谁？黯然是这个那个摩西的爸爸啊，他的妻子，因为他们信神，所以他有智慧来保护了这个平安。所以黯然呢，因为知道这个孩子长三个月不行，不三个月，他们就干什么？制作了什么呢？插木箱，磨一些石漆在。那为什么不要让水进来？把孩子放在那边，啊，放在那边。你看啊，有没有？这个是不是像秘书长当那个出版一样，从厦门跑过来，是不是？叮咚，还他是没有，他是随波逐流啊。秘书长还好有机器啊，哔啵哔啵，听到机械一下，渐渐离开所行的所在，来到金门的边啊，入来了，惊吓，搁哔哔喘，唔知要安怎。啊，是不是？这个是摩西的姐姐在看。不甘不舍，看到我们的弟弟渐渐要离开我们的所看的眼睛，一种悲哀，一种的痛苦，你有感受到吗？台湾人今天是没有这个人，我们今天没办法坐在这里。我谈到这里，我里头就感动。我不知道我们来到这里，我不知道你是来这里干什么，是为了做官吗？为了做官，我想你不要花这个钱，不值得花这个钱。因为我靠伟人供，我开了，我花了16000块，我是为了要做官的。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样子。若是这个样子，台湾没有希望。你看看秘书长是经过什么样的痛苦。一个人今天面临的问题，没困没吃。你有没有同理心？我们都讲同心啊，这个时候在为难的时候，你的心你的爱在哪里？你有没有让你周边的人在那边去感受？你还在那边批判，你还在那边叮叮答答叮叮答答的。我们还是彼此鼓励好不好？这个就是我们必须看见他留到这里，因为那个时候国王的女儿常常到那边河边洗澡，洗澡之后就发现了，发现了，这个摩西，是这样的来的，这样来的。我们的故事跟以色列，所以呢，我们临时国歌都用以色列，这种歌词都有它的目的，所以我们大家彼此在这一件事上都勉励。因此，我们台湾开始兴起了一个宣告。我就是本土台湾人，大声地讲，你看努力个打拼，因为他产生了渴望嘛，所以产生渴望，他行出来必须让人都知道。我要反反什么？反我藏起来，把我当成为不是人。所以孩子，你看这边学生说什么？但是台湾人，但是中国人。咱阁讲一摆，咱共同来念好唔好？咱是台湾人，唔是中国人。你看这弟弟，伊起码话者几岁啊？伊嘛是共看第一礼拜，伊有一天若是来遮上课，看到伊家己本人，伊嘛会流目屎。我甲伊讲，这是互相何尝，真的是非常需要值得我们勉励的地方。今天因为有了这个论述，才兴起了更多的人在这宣告这个中华民国流亡政府。滚出去，是不是才有这个动机？我们不是无理取闹，我们是有法理的根据，了解这个实质的状况。你看我们台湾人呢，不觉醒啊，主权立场迷失啊。你看以前还在那边呢，哎呀，我们防御我们的祖国，甘是咱的祖国，白插戆台湾人，乌白讲。台湾是反抗帝国主义，帝国主义的僕たちの乌托邦，说的凶，听不了哈。日本的帝国主义，天皇才是我们真的，我们是臣民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要弄清楚啊。你回去看你阿公的资料啊，你回去看你阿公的资料，说，哎呀，原来我阿公乌托邦是你哄人。啊、哦，咱是不是爱变成日本人、日本国？敢是？唔对啦，
他们讲对，不是这个的新日本国呢，我们是大日本帝国天皇的臣民哎，要弄清楚，法理不能弄错。就像哦，我们今天的这个状况是很大的错误，一定要弄清楚。你看看这个是谁？大家熟悉的。哎呦，惊吓！有这种的人来管理台湾，不怪台湾人有影悲哀，对不对？啊，伊家己的话，他收入多少？47万，那个存款多少？对吧？咁有可能？啊，其他的钱是为得来的？哦，啊，就被查的，说谎啊！啊，捐款，我有捐款呐、啊，对不对？我有捐款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嘿嘿，您台湾安那淡定。有行吗？你安怎唔知？哈、哦，你看台湾人讲，吼、哦，以前短裤我你水你敢知？安尼我你水你看，拢是葫芦票。哦哦，我的马英九，好帅啊，台湾人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在这里，我讲，我不知道，我淡定，我唔知，还是恁倒的代志。咱努力，你看，我这目屎，哦，我阿公目屎流到这，哦，你看安那画面，敢有法度成功？我甲你讲，有成功哦。讲台湾人在体制下怎么抗争也没有用，因为他说什么，我淡定啊，那是恁兜的代志啊，我把你当成人看啊，我还教育你啊。哎，搞错，对不对？我们还在那边，尤其高沙民族，我们很多的，哪里你们那个台独啊？什么独啊？你中毒，你中毒，刘王建夫中毒，对不对？所以安尼来，这无抗争无效，不好啦。你真正的用，不要去抗争，用法理，心平气和，用智慧来去创造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你刺激看嘛，伊马上俩拱，嗯，哎，你看俩拱起来，小块刺激，伊马上握拳。这种性格，你看奥巴马看到什么？看到他的清洁工啊 ，say hello， 对不对？那种 EQ 多好啊，而且好那 EQ 多棒啊，是不是？你看看，无感的笨蛋，那个小孩子说啊。那小孩子说什么？然后这个边呢？哎呀，卖差别啦！哦，我手懒得理他啦。这边讲，我倒了，因为得到了国际认证，伊无倒了，目屎，这就是本土台湾的无奈，无奈呀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哦，你看很多年轻人，25K， 年轻人有没有？25K 再怎么样25K 以下，对不对？在努力泡书拍摄了不起，再加一个26K， 对不对？这个是他传出来的，35岁的名字都写啊，国立大学研究所毕业的，环保局担任约聘外包人员。你看看每一个月啊，2500，扣掉这个家中的债务，口袋只剩下10000，10000呢买房子成家，对他来讲是安怎？不可能的代志，有没有？现在台湾的青年是不是这样子？对不对？哎，你们今天来到这里很聪明呢。秘书长讲，当有一天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候，将91万学贷的啊、哦，就是学这个啊、学彩绘的这个贷款，一笔怎么样勾销？有赞不？哦，赞了，哦。所以你所有的是在那个学贷全部一笔勾销，送不送？啊、哦，那都是架杠有爱心的建户哈、哦。所以你看看这个这一笔，这个政府啊、把这一笔账啊算到年轻人的头上，小孩子现在一生下来啊、就开始负债20000多呢。婴儿一生下哇，一生就在那哭了呢，一生就是债务呢，有债务你知道吗？是吧？这是不是公平的？这是不公平的，非常不公平，年轻人沦为穷忙族，非常的可怜。退那个薪水倒退的15年以前
啊、你看看这个慈感对劳工剥皮，他没有办法对一些他们那些，这个就是政府吗？啊、研究所 当兵呢、啊，然后和这个考这个公职，劳保，啊、这个这边劳保年资还不到多少，四年，那个、薪资继续下来，又在那边动涨，啊、这些牛肉面变成什么阳春面？本来一整拢我吃牛肉面呢、啊，起码牛肉面我吃，阳春面嘛可以给啊多少？会掉吗？牛肉面呢？对不对？你看看月光族前几排都没去啊，是不是？月光族，所以你看养不活自己，要买房子崩谈，免讲；要买房子免讲，被娶某免讲啦。我都无钱啊，我老爸也无钱啊，所以很多人现在不结婚啦、啊，有原因的啦，不是无原因的啦，对不对？所以这种情形，二十五岁踏入了这个职场。啊、这个人名字都说出来了，你看看这个钱真的是，这就是年轻人啊，月光族啊。我们讲高烧民族的孩子也很多了哈，我们多的，但是有的人他们可以认命啊，没关系，我吃地瓜叶也很好的啦，对不对？哪里没有肉我打飞鼠，没有鱼我下去捞鱼，哪里不好那么好，对不对？不好，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一种现今台湾全社会的无奈、这真的是一个无奈。你看看别人可以贪我们这样的，别人不能贪我们可以贪、啊、我跟你讲、欸、五千万保呢，我保出来五千万呢，那个五千万不是我的钱，对不对、你看没有电子条条就无耻，你看这个人还这么笑。所以我想今天这个就是我们赤裸裸的呈现我们现在当政的人的面相、我们必须要了解，我们不是去攻打对于他，我们把真相说出来，我们只是真相说出来事实嘛，这是不是事实？我们只讲事实，不要捏造，不要去那种的，我们讲事实。这报章杂志这个画面都是报章杂志的啊，我们只把报章杂志所说出来的每一句话让你加深印象，我们讲的话绝对是对的，有凭有据的。你看自我感觉良好，这猴子说猴子在我不是人，哈，好家在我不是人，我给他一个悲哀呀、啊。屏东好茶村有一个叫小熊、为什么叫名字叫小熊啊、不要了，国家公园一下全部都是国家公园，那个是一根一草木都要保护，我没有保护啊，所以我看好那个熊都会保护，我也要变熊，他的名字叫小熊。这边家的人说好家才我不是人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人你翅膀长大了、欸、不听话了，你看吃相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想、啊、这个从人的性格里面，这跟教育所层面所出出来，台湾贪呢、啊，贪到末了，他说啊，没有下乡的时候，米酒是他的战机啊，他的这个哈政绩啊，好、啊，哎、聊米酒降价喽，啊，降价啊，那汽油那就用这个概念，我们本土台湾人哎，那汽油呢，啊，那沙拉油呢，他说啊，哼，爽快快，你看，我家买一当小嘴，啊，淹到这里还是爽快，无感。这个我们不要有这样的性格，我们必须认识自我，好不好？认识自我，需要重生，这些都必须要挪去。你知道那个平潭岛吗？你打平潭岛，他们要规划、规划非常的棒，因为准备让这些到那边、准备在那这些，你去看之后，你去告诉，因为以前我们就讲他平潭岛现在已经在规划了，你知道吗？屏东有一个大佬、平安有一个大佬，那个大佬是以前宋楚瑜的大佬，然后他就讲说，我就问说，哎，你的那个大佬到哪去了？他说，哎呀，大佬去平安岛。哎，我说你怎么知道？人家的公共人物让我的讲嘛，这个就是你要弄清楚、弄清楚、这些他已经接受。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这红色圈圈是什么，这是什么旗？这个是什么旗？
这个什么？为什么有红红的？啊？哦，日本天皇。那年轻人，红红的是什么？那就没有，我知道那是红红的，红色的，那个红色，我知道你会讲红色，那是日本天皇的。那中间这个心呢？所以我们今天的状况是什么？我们的现在的现象是日什么？必须要弄清楚，今天我们是日属美空，一定要去清楚，好不好？那有人说哪里没有了？你看这边2012年汉光演习的时候，我们都看出了，他不是都出来了吗？有人讲没啦，没那个事情。我们议长，那州长，我们议长以前就把这个图拿出来了，就跟所有的阿兵哥，你看嘛，我们到恒春去看，去照一下，真的是没有呢。你看，没有什么。我们国掐连摆，是不是？这个是不是事实？那不是咱讲的嘛？你看这个都拿掉了嘛？有没有20还有这个涂掉的国籍嘛？这不是我们编捏造的事实嘛？所以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表恐怖组织，若没有这一个标语，它就是恐怖组织。所以中华流亡政府是属于符合恐怖组织的这个条例。所以渴望新政府，渴望复兴，就需要我们台湾民政府，台湾需要这个，所以需要这个，就是靠我们全体同心努力拍拼，才会当从这会当感觉讲我见效已经来不及了啦，见效也会来不及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含泪痴痴等待奇迹 ，no， 秘书长讲 no， 他很讲说不可能的事情。我们必须要决啊、我们必须要解决这个目前的问题，环境的生活，唯一办什么？没有办身份证的基础，全部都办了，都办有几个而已，马上接下停一下就要去办了，好不好？都要办身份证，证明你才是真正的台湾人。等一下人讲你讲说你是不是台湾人？他说我是台湾人哦，你就拿给我看嘛，好不好？我们必须要这样，要进入什么法理的列车，好不好？法理的列车才能够使我们脱离政治的另义，对不对？才能成，然后我们要大啊，不要在那边不要紧的回走啦，现在我看来一路啦，我们这样子慢慢的提升我们的生活，创造我们的环境。最后呢，我们怎么样要为完成这项任务，就必须快速发展你的人脉，完成美国的要求，4000名接受高级的训练啊，同心有4040万的申请 ID 的这个，所以呢，只有一个 Go Go Go， 往前走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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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哪里呢？然后就这个是你的职场、你的朋友、你的社区、你的亲戚，请大家告诉大家，你要成为台湾人，必须有 ID， 对不对？为了能实现你我的梦想，只有一个 Go Go Go， 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一起来一杯气 ，Go Go Go， 阿伯郎，对不对？高少怎么没有看到你们？有就 go go go， 不好意思了，旁边有很敏感，是吧？我们站起来说 go go go， 预备起来 ，go go go， 再起来 ，go go go。好，谢谢，时间到了，休息一下，好，谢谢。好，今天下课休息。